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的平安与恩典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我们要共同的思考上帝的话语，主题是上帝率领我们。让我们一同的深入经文，寻求在新的一年中更深的属灵的启示。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生命记》31章第8节，上帝应许摩西说：“耶和华亲自在你前头行。”与你同在，他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这是上帝对于以色列民的应许，同时呢，也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对每个信徒的应许。上帝是我们的引导者，时刻与我们同在，永不离弃我们。就如同呢，他引导了以色列民渡过旷野，他也引导我们走在我们生命中的旅程，而且时刻呢与我们同在，他的恩典永不离开我们。 Amen。 在新的一年时开始时呢，让我们将生命记呢31章第8节的应许呢放在我们心上。无论新的一年将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上帝都会在我们前面呢预备道路，让我们在每一步的中呢都依靠他的引导，不要因不确定性而惊慌，因为我们的上帝呢是坚固的磐石。在新的一年里呢，让我们将这个应许呢带入我们生活的每个的方面。当我们面临了面对呢未知的时候呢，当生活道路曲折时，记得上帝呢亲自在我们前面呢为我们开道路。 Amen。 这并不意味着呢我们不会呢面临或是面对的挑战，但我们可以呢在每一个挑战中呢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和他的引导。在这新的一年里呢，让我们主动的寻求上帝的旨意，依靠着他的智慧制定计划和目标。愿我们每一天呢都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引导，成为了身处世俗风暴中的安稳之人，因着信心呢而不惧怕。 Amen。 让我们用心呢来感恩上帝的应许，并将新的一年呢交托在他手中。愿我们每一步呢都在他的恩典中呢前行，经历他的引导和他的庇护。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新年一年里成为他的爱和他的恩典的见证人。让我们这时候呢让我们一起祷告。神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新的一年里亲自与我们同在，领导我们每一步，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勇气，使我们能够顺服你的旨意，经历你的丰盛的恩典。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更深能够认识你，更紧密地呢与你同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祷告， Amen。 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你们有个丰富的一年。